忙一塌糊涂啊！上次我跟他讲过，庞很混乱啊。我们看这个书上，庞下面列了四个字形，有没有？就是文一重三啊。题例知道啊，庞一短横一长横，你绕来绕去是吧？啊，这是我们把它立定成这个样子啊。说文对庞的本意的解释是仆也，从二啊，不是从上啊，缺。方生，我们讲这个，所以有所不知就写个缺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态度。他的意思是为什么从上不知道，缺，方生是可以确定的。小学本是从上方生缺，好像大学本这个就更可贴切一点，因为方生是没有问题，下面这部分是方啊没有问题，旁和方的是古音是几乎是一样的。他列了两个古文都是怪一点啊，就比刚才那个就是方上面那部分怪。方部分都一样，怪的就是方上面那部分，对吧？再来一个皱纹，皱纹的是更早一点啊，是从雨的，这个倒不一定是一个字。我们先看下面这个注释：仆，本书水部是大也，庞是大也。哎，这个很奇怪啊，这个很奇怪。我们看看这个古文字的字形，下面这部分啊，我们现在看这种啊，这种就是方，这个没有问题啊，上面是这种。啊，这个地方是这种，这个是繁，这个是什么？真不知道。这种构件在古文字里很常见，它往往是从可能会有不同的来源，尤其是这个旁的上面这部分，很可能在我们现在见到最早的这个甲骨文字形里面，它已经变了，或者已经讲不清楚来源了。就是说它变，你看到这种地方，它上面那个横叉叉。跟下面这个横叉叉变成一个，到中间来了，对吧？然后这种再变，这个中间这部分，这个是用，因为长得像嘛，它就又靠上去了。我们讲简汉字的时候一直讲，人类心中总有一种规格化的这种标准化的这种心态，它跟谁像，它就靠谁，你知道吗？啊，变成繁的，变成用的，啊，这种中间都有用啊。到后来到了汉代，这是汉代了，到汉代了啊。这是秦的，是这个样子。到汉代已经跟今天的庞很像了，对不对？有意思的是什么？现在这个小篆里啊，我们《说文》所载小篆里，这上面东绕一下、西绕一下，很怪的这个庞字啊，没见过。秦代也不是这样的，汉代也不是这样的，一直到新莽的东西才有这样的。这个一模一样，看到没有啊？这个跟《说文》小篆一模一样啊。然后这样，是这样的啊。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庞这种字形的来源可能比较晚，很可能晚到这个汉代、西汉的中晚期，甚至新莽之后。这是一个变得比较离谱的字形。下面这三个都是上面变得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小篆字头变得最离谱。原来是这种形状的，但这种形状是什么意思？这个很抱歉，我也不知道。这个字只能说是从这个。方生，它应该是一个形声字啊，旁边的旁。好，我们看看这个旁边的旁的意思啊。旁边在旁侧，有什么值得讲的呢？是因为旁有这种普遍的意思。旁招俊逸，列于数位。旁就是跟普好像又很像，为什么？因为它前面这个讲旁普也，它到底有没有道理？我们看有没有道理。我们看这个，后面这些都没什么关系。棒，看这个"普"是怎么讲啊？"普"是广大，最熟这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好像中学这个历史课本就有这个话吧？好像是啊，但他写的是"普遍"的"普"，他还是写的这个"普"吧？是吧？其实这个诗经里面是这个"普"啊，是这个"普"。所以说这里有个解释，就是"普"旁是同源字，孟子写的"普天之下"。这个普训为变，诗经的时代更早一点了，是写的这个普。地普而生，普是广也。说文讲普是大，然后这个说文讲庞是普。庞罗日月星辰，这个庞罗好像现在还讲吧？庞征，就是庞就是到处去找来，而不是弄一边，对不对？这个意思跟普啊，倒是确实是相通的。庞昭大概也是这么
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啊，对，就是这个意思，广啊就是谱，就到处找，而不是从一边找，对吧？所以这个《说文》把庞训为谱啊，在古书里或者在古人的语言习惯里是有用例的，啊，我这个再跟大家讲一下，《说文》释字这个释义啊，往往会找不到本意，但是这个释义一定不是编的，一定是他当时看到的古书里或者尔雅这种古代词义的书里面有例子可以争艳的啊，可以争应的。他认为比较古的对，他认为比较，他认为他心目中的最古的意思，但往往因为这个，他见到那个小篆字形是已经到秦代，已经变得乱七八糟了，他找的那个本意啊就不本了，会有这种问题。好，旁过啊，还有最后一个，这个字《说文》认为是这个旁的皱纹，段注我摘了一段，这个"鱼写渠旁"，这个我们《诗经》也读到过，读到过"旁"这个毛诗训的是"盛”，就是这个字，这个。这个字到底是他认为这个是跟旁边的"旁"是一个字，我想的不见得啊，很可能是两个字，很可能在他看的某个文献里面用旁边的"旁"表示了这个词的意思，所以他就认为是一个字，这个可能性很高。古人往往就不区分字跟词，现在我们知道一个词可以用很多个字来表示，并不说这些字都是一个字，大家有这个概念啊。我这个以后我们会慢慢讲这些。